智医师每周要各跟一次，比如说你们被分到第一天中。早安。可以开，第一次开两盒，很无奈哦，就有一盒，看一下。哎，你今年阿几啊？我是亚了。然后，对啊，我明年就可以解脱这一切。快起来！谁是谁？医生要，他们应该都有。是吼，哇，这是谁？谁做的？哦，中风。对对，对，他就是那一份资料的。他之前应该是有跟你要吗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上采购，不是对。什么？那他的最新说反正都是二六，明天，因为明天要什么？
这样好找。